奥地利十岁女孩娜塔莎·塔姆普什有着属于她这个年纪可爱的婴儿肥，脸上总带着浅浅的微笑，而就是因为这天使般的微笑，惹得了恶魔的觊觎。这个恶魔开启了一系列罪恶的计划。图片来自东方 IC， 故事发生于1998年3月2日，这天是个晴天，但是娜塔莎心情却很糟糕。她因为和母亲发生矛盾，拒绝母亲送她上学，她独自走在上学的路上，殊不知危险已悄然来临。一切发生的太快，十岁的娜塔莎走过沿途无人的街道时，被一个中年男人猛然抱起，迅速挟持到准备好的白色面包车中。图片来自东方 IC。